欢迎我们的岐山之光许富凯，尖叫声，谢谢。收腰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收腰，是这支这支雨伞嘞。你永远让你知影讲，你金曲歌王就是因为你唱着这条歌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听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感恩啊！对不对？感恩，这位施主感谢。不是啊，但是你今天吼，足奇怪呢，足像人咧点点舞，可是你家己咧跳舞，不是？你也较悬呢，哎呀，嘿啦，你真个悬嘿。阿哥，阿哥，敢那想设计？不是啦，最近倒来高雄拢出日头，嘿，拢无啥摕到雨伞。真的吼，所以呢，伫台北呢，
逐工就淡出，伊不拢会落雨，伊爱出门，真的吗？就不会想要拿到雨傘。难怪我觉得你最近有发霉的感觉。怎么说哪里？因为落雨落到拢发霉去啊。哦，我足欢喜的呢，我一久无倒来高雄啊，倒来教生。对啊，我有日头，真正是一个足好的感觉啦。诶，感觉吼，好啦，咱先甲收起来先。其实这个吼配合得嘛袂歹，伊嘛咪弄个油纸伞。刚刚我们那一位美容女士已经先走了。对。哦，我你讲，哎，不简单的，你看你一唱哦，转过来拢冲过来。哎呦，无啦，因为听讲已经出，哎，唔知倒数几项菜啊，可能大家嘛食饱。我已经冻菜啊，最后水果甲迄个冰淇淋拢甲收起来。冻到半暝五点才卖出。哦，真正变安尼，我再唱了，我先来唱。你安尼让后壁迄个人足可怜。无啦无啦无啦，后壁搁一个呢，对不对？后壁搁一个。哎，讲真，今仔师傅甲我问你哦，是，你一定得着金曲奖。嘿，啊，我问者，因为我毋捌得过金曲奖，我是咪很好奇，就讲得过金曲奖，甲无得过金曲奖，唱歌的起码值到底是差伫倒位？拢同款。真假？是拢同款。啊，你著卖丢就好啊。嘛毋是讲卖丢啦，因为迄个。奖项吼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，肯定，对，一个肯定嘛，对啊，大家这歌曲的当然嘛是想要可以进去奖，真的吼，对哇，哇塞，啊，所以呢，等这个等了七八年了嘛，哎呀，等七年啊，可能有心情想讲啊，我可能等伤久啊。啊，好啊，一个机会就可以得进去对吧？哎呀，真正无啦，你也给，你有在做善事，你记得我有邀请你赞助神尊啊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白沙屯的毛赞助，所以其实讲啊，徐若凯对公庙的代志嘛是有重视。因为对我来讲我出道到今嘛差不多才一年啊，是，哎，我做过庙会活动，不计其数。然后呢，我觉得都是这些神明在保佑我，让我越走越好。哎，真的呢，是。哎，那小凯，我问你哦，庙会来讲啊，你觉得最适合在庙前面唱的是什么歌曲？你推荐给大家的。哇，三妹，赶快出来看看。无啦，那有，我唱完了，唱一句，哦，再唱一句。今夜不再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老师，你今仔有较平淡少，伊毋就噔噔噔噔噔噔，久无看诶。哎，我要讲，你敢知影？这位老师吼，第一早我伫高雄啦，是唱舞厅诶时阵，伊就是后壁甲我伴奏诶。哎呦，水正诶老师，哇塞，啊，够对起咧，够对起咧。啊，歹势，这种第一届见面，什么？你第一摆变见面？第一届见面，因块因早有好本啦，好拖下先甲我做做。哎，迄个宫庙的迄个安尼主位是倒一位？主位哦，真主位，真主位。你有要甲伊合唱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像这么好的那个乐手老师，我们每一年都基本上一定要有这一些乐手老师。哦，对，你讲对啊，主持人也是。哦，主持人也是，谢谢。哎，你那无拍广告啦？小凯肯定就是鸡，就是最重要的哈。啊，我也是还可以，一定要的啊，是不是？那因为呢，就是说哈，我刚刚。咱每一届一旦重逢哦，一旦聚会，就是一种足好的机会。当然。所以要安排什么歌曲送给大家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其实歌都拢摆好啊。哎呦，啊，不过来现场，我看到这个老师，我就情不自禁。哎呦，想要唱现场的，我想要唱现场。好，来，咱现场要点什么歌呢？老师，来 keep 哎 keep 歌，安排出一下四颗，要不？哦，四颗，这条歌代表我的第二首歌。哇，哎 ，F 调，哎 F。那那最后人间有好，我的背坐点椅了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偌戆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青春过去
给我们的老师掌声一下，这临时课哟。这边别人哦，谢谢。啊，你有电视通看吼？谢谢。来，第一句给您好不好？还要唱怎唱？今天很高兴来到嘉山，我很久没回来高雄了，今天我们出来的人也没来，所以呢，真感谢大家给我机会，让我们回来高雄，靠靠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安怎？哦，对啊，工作很忙，哎，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这是多多在当多，啊，台南夜市啊，哇，我啊，我出得早一年，经过这多人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感谢恁大家的支持。所以呢，要来唱第三首歌。哦啊，这首歌伫外口的外东汉咧唱。啊，我相信大家拢有听过，叫做《我只在乎你》。谢谢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这一看路很遥远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所有现场的朋友，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，没有你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活动，谢谢你们。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人是否依然过着平凡的日子？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Thank you.
唱一条嘛是日本歌，对，这条啊这首歌我相信啊，一个长辈拢应该有熟。啊，我今仔日嘛唱日语甲啊国语的，会唱中文跟安的日语，都来继续啊。那个萨提我给我们阿妹打打，谢谢那个小雨。Oh,
害了，真的嘞，我觉得他就是可以。